大家好，咱今仔日全民来开讲。我是 Tony， 我是 Amy。最近景气无好，大家稀累累，钱食都无够，是要安怎来拍官呢？薪水也无够吗？安尼就家己来交哦。过来，互咱来看一段影片。OK， 这安怎卖？这个算你五百就好。五百收贵啊啦！我顶届买迄大个嘛五百，这细个都爱五百。小姐，我甲你讲，即卖原物料拢起价啊，我算你安尼就是上优惠的介绍咯。安尼哦，即卖是都时机无好，无你嘛利润卖了啊悬呐。啊，小姐，你嘛体谅着阮做新路的辛苦啊，无安尼啦，我减一百。减一百，四百。好啦，你就安尼讲啊，不你甲我包包起，你甲我包起，我甲你包起吼，包起。这四百吼，你点者，你点者，好，多谢，好，谢谢，好。哦，对，四百，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头家，我甲你讲哦，最近生意真正足差呢，根本拢无人来洗菜市啊，嘛无人来店里买物件呢，我感觉哦，做甲足艰苦的呢。好啦。就即马就时机歹啊，无咱就店顾较晏咧啊，加减做啦。哦，无就安尼就好啦吼、哦。对了，今仔有一个人客来甲我买鼎吼，卖甲吼足郁卒咧啊，一直甲我吼抬价笑啦。我讲袂赢伊啊，我只好卖伊300块。什么啊？300块？安尼咱就要了钱啊，你也乌白卖啊？无法度啊，我想讲伊是开市的头一个人客啊。我想讲卖伊了，是毋是会当增加后壁的新生意啊？我都讲袂赢伊啊，只好答应伊啊。好啦，买去就算了啦。真正时机足歹，生意真正歹做啦。头家。你好。你好，顶下伊个水电员呐，无看到。伊早起有代志。请假，有啥物代志，我紧我拢替你服务。是啦，我顶下就买哈，这个，买这个鼎吼，袂歹啦。我想买一个给妈妈啦。买啦，这个鼎足多人买。对啦，佮买一个，伊顶下有算我较俗哦。你袂使，伊算我400，你袂使加起价哦。敢袂记唔对？400啦，我记甲足清楚，你看我今仔佫查，特别查400来，吼，我袂甲你骗啦。好薪水嘛，予你比别人较悬啊！你搁甲我骗，明明卖400块，你搁甲我骗讲是300块，家己偷要100块，你安尼叫我以后是要怎信任你啦？是啦，你予我的薪水是吼比别人外口的行情拢较悬，但是我都无够生活。薪水咱早就讲好啊，你一直讲无够生活，一直争取要有奖金，我嘛予你啊，你还搁无满足？是啦，可是即摆吼景气都遮尼啊歹啊，生意都足歹做个啊，奖金看有都摕无啊。你做头家的人都唔知影我做新路的艰苦吗？做唔对的人是你呢，佮比我较歹，真正天地颠倒变啊！你拢无听到咱以前迄个财政部长啊张盛和拢讲吼，薪水太少不足以养廉吗？薪水予我遮尼啊少，我是要安怎饲阮一家口外人？我无用一挂方法来加减赚一挂钱，我是要安怎过日子嘞？你哦会害啦！哇，你无小心，你嘛变成帮凶哦！我嘛是无辜的人客啊，嘛是无害的老百姓啊。对啦，陈头家，你嘛做三十几年的头家吼，你看这个故事，你的感想如何嘞？我先念一段哦，你听看卖啦吼。乱讲乱掠，搁兼乱判，薪水无够，讲家己加啦。摕有就准算过乱乱杀哦，有理无理放一边，摕有就好，杀着就拢我的啦。哇，足有画面的呢。
这个吼，前财政部长吼丁姓侯啊，真正是不应该，搁咧公开发言讲薪水伤少，无足以养廉。公家机关的薪水吼，已经吼未比民间吼搁较少。无合理的退休制度，我其实感觉是吼伤过过分啦。咱台湾人讲吼，这都是无臭无潲呢。真有影呢，咱即马公务人员的福利哦，嘛袂歹啊，啥物年资啦，啥物职等啊，偌济钱，考试的时阵拢清清楚楚，你嘛知影。你哪会讲你会无够用呢？是啊，你想看卖，你想讲要做公务人员哦，你心内本来就是要做公仆为民服务，嘛有袂歹的福利。公务员做份内该咱份内该做的代志，是安怎需要搁爱奖金呢？你若老师讲无奖金，伊敢会当乱人家？警察无奖金，看到歹人咧偷干车，伊敢敢讲当作无看的吗？咱 Seven Eleven 的门市员工无奖金，所以就当对人客乱骂吗？所以税务的奖励金嘛，已经变作吼家己自费的日本装的公道啦。财政部吼用作业的要点嘛，每年吼替家己吼违法去编1.3亿的预算哦，人人拢有分哦。哎，拢咱是老百姓的爱心迄啰。哎，真的呢，我迄直播最有看到吼，讲哦查迄个逃漏税吼，有奖金通好摕啦。哦，啊，你的职务愈悬吼，就领愈济啦。啊，你查唔到吼，要退税嘛不要紧，你就用公家的钱去摕啊。啊，反正因的奖金已经摕到啊，哦，啊，都免罚。哎，这安尼敢对？我跟你讲，这就是咱税务奖励金嘛，上无合理的所在啦。税务奖励金有想无法。造成杂碎的乱象，所以根本就是咧挑战人性，嘛无符合咱普世价值啦。为了奖金吼，啊伊就凊彩安尼细单啥都袂开，造成无数的冤错结案，人民的痛苦。咱甲伊诉讼的时阵吼，人民胜诉率吼才6%尔呢，万年的细单造成无谓司法资源的浪费。好，讲了愈讲愈怨气啦，规气讲一层上大个大层的吼，会假案啦，互你偏芳者啦。好，大家斗阵来听。21世纪上稀奇，25年太极门假案最大恶剧，生气生气真生气。案件问一个假起诉书讲起，检察官未调查都乱估题。单行办案动作是玩游戏，普通的土木业也会当变小鬼，怪奇怪奇真怪奇。武术门派遵守古礼，拜师入门红包是礼仪，爱师敬武是弟子心意，硬拗有对价违反正义，悲哀悲哀真悲哀。10年3个月，刑事三审。拢判赢，无罪无欠税，冤假赔偿拢成立。国税局为了处理，继续聊落去。法院讲的无算，万年税单搁出击，漏税名目开单，甲人民逼了搁再逼，天价罚款，严人乌刀肃杀，无理无理真无理。地主函查到证据消息拢无去。公听话，怪伊藏起来，拢无处理。六年共事情，敢若一年有差异。正史分赃，规拍比例拢落笔，拍袂无符合情事，乌想作业急搁急。人民街头阵前，官员一个一个闪离离。可疑，可疑，真可疑！专家学者论坛，期待转型正义。国外专家批评，台湾法治人权低，良心觉醒之际，政府应有道德勇气，剔除不当官僚甲不当的私人利益，开创台湾新局面，国家好事迹，欢喜欢喜，真欢喜！今仔日全民开讲。甲大家来开讲，希望诶税务人权可以更加来进步，太极门案件会当来平反，后一次咱再搁甲大家来见面哦，感谢大家。